心有一点清明，咱回了心源的本意，这是咱的主定。母娘啊，伊爱予咱一顺现况的世界。我照着这条灵魂的灵气，予咱定法一世人。无形伊的通灵出窍，这是咱专注清净中，现世界只有用灵魂来讲的运啊，接顺。是以清净这个天性，金宝娘娘啊，伊来讲着天灵，这是咱转入来的天性。伫咱这个逻辑，安尼我才会当讲通灵啊。是咱徛回这点灵性，用到大初相，咱只有代表这个心意，现伫。在场啊，咱这是，是我要将着这个先天定伫咱即马这个时阵，临场中啊，我才会当讲通灵啊。这是咱个人的，咱在世间这个心啊，你会当清甲原样，是咱行回这个灵性，直达。你讲的这条心，是灵魂，伊的灵气，咱爱行的才是顺定。有咱出家这点心，我爱顺母道灵，是咱恢复清净的灵性，现到这么稳的天灵。真源本意是天性，爱咱顺家安静，度咱这条青天的灵魂，咱只有顺着原形这个理呀，是咱清净这个发生，我才有母娘这个原灵的心，安住伫咱即马这个气场出入流转。是这么稳固，先天啊，你一定要定得住。安尼，咱再来讲回入清灵这点气。今日修持已经伫初个啊，入来即嘛这个味个，再佫入来这个妙，再佫入来这个深奥啊，这就是咱触到的这点灵气，对着真有意。咱现主持的团灵，大家拢要推行推展。老母娘娘啊，伊即股气啊，现伫咱即马即个身躯，传伫咱一世人。咱即马来讲修行，即个道伴中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无毋对。但是咱要用着最细心的、最细腻的。最维系的，安尼来保家己、整理家己，这才是上界有效果的。真理的灵性，要予咱来讲到这尼啊顺，顺只有单一无二，啊那二就会批评啊，就会搞怪啊，就会作弄啊，就会煽动啊，就会造谣啊，是我要讲的。对现啊，咱现主持只有咱的元宝，真愿应来定灵气，度咱清净顺如心，一点灵的净。咱爱是愿，一点灵性，对现啊，咱这条心有愿，才有咱现主持的开始。所以讲，咱有这条清楚的天界，引咱人行入来这个气场，顺着这条清净的界，这是咱在世，我会当顺着清净这个宝源，
转我这条顺母的性，亲身来教化我这种灵感、灵神、灵能。这是我会当讲的这条灵气，要来讲就种出来这条心。真理则是灵魂，无形转的则是道正。咱爱是归元这点气性，是咱入中，入中就无两边，伫遐对价啊，对立就对啊。我要讲的是这条青天的灵气，两边尖尖的，两边关机，我要甲伊用甲上中央，互伊平衡、平等、平衡。咱爱是这条清澈的天界，安尼心才定会调。要来讲到母娘伊的传授，真法的天性，悟出到这点灵性。咱爱是归元在世上的心，这是咱正法这条灵性，现伫咱这么顺的天性。真法是天意，悟出清界是道心。我爱是一点灵清，这点只有讲灵性，现咱转的只有道灵。咱爱是心中这点气，我要讲到这么顺的道心，这是咱顺着青天，咱再来讲道家现主持的心。我爱是咱这点灵性，上界温和的无应界，就是咱爱当适宜适用，这才是咱要讲的青天法界，发射着咱母娘啊，这个大法性。我爱是清清楚楚这个脑神，归咱一点灵光光，这才是会当讲话。我以这条青天的真意，打开我个人的心情，这是咱转的天性，现咱顺家这条心。因为我讲的话，就是要让咱每一个人心的灵，来甲母娘啊，样做伙，就是融合。这才是咱讲的青天法性，咱爱顺家这个融通。是灵魂伊的天性，是我搁进入着通灵，伫咱回出先天的本性，我爱转的则是现的清。真理是天元性，爱咱兑现无形性，有咱一点灵的愿，咱拢是对上界头啊。未开天以前，这才是咱顺家这点灵气。因为开天，就天生啊，这个天后有先天有后天，安尼才有这种个对论。因为咱今嘛讲的天开，就是咱头壳顶虚空这有形的日月星辰时阵，啊，咱今嘛行之下。就是咱甲咱边仔悬这个地面上，所有生要讲个讲万有的万物的这个物质，安尼较紧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转过着清净咱的天性，是咱原始这条灵魂，要来讲着顺家咱的心意，转伫咱这么清的心。灵魂伊的灵气，咱爱行向清净的心。我有这条正法正灵，咱爱用着这点灵气。今咱人是用男女照顾交配，咱才有子女世世第三者。但是咱来到世界用意念尔，无身躯会交配啊。配合啊！但是咱即马咧讲，你这条灵有提升，
现主是咱讲的话，就是咱即马这个情景，咱讲的是外境，哦，要来讲到健康的这个大世、大环境、大世界、大宇宙，咱只有用神安尼来表示尔尔，所以离袂开着咱现主是的身躯，甲你的意，甲你即马你讲的这个心神出窍，伫咱头壳顶。即个大虚空，但是这个空唔是咱即马看的日头、月亮，即个星光，即个时阵，是国入去生只日头、生月亮只本来的真空。今日要讲到咱的一心嘛不生，一物不存，这就是咱现主时的清白。过去咱安尼做基业，你一定爱一礼拜，哦，就去庙寺，啊是你伫遐静坐，啊一直清，清到你的腹啊，你食的物件，拢溢出来，包括酸水拢出来，安尼咱神才来服啊，安尼你才会当照神的话啊，一点一滴安尼演。咱要讲的清气就是安尼啦。所有的垃圾，包括酸水，包括咱所有的苦味有无？你拢爱压出来啦。恢复天真的时阵啦，无食物件的时阵，因为咱人枵啊，你才有步数。人若饱，你无半步，爱困啦。是以正法正天灵，转咱瞬间心会清啊。这就是咱人的力量。你若有防堵的时阵啦，不管是做歹还是咧战争啦，真侪人拿刀、拿棍啊，要甲你讲的时阵，你来甲一个狗啊，是准有无？你这个本来你拢跳袂过，但你紧张的时阵哦，你跳过，佫有对有中，紧走安尼啦。这就是咱即满咧讲的，这个身躯恢复原来啊，迄种真，你想想所有的。这个色，你知影的物件，拢甲放空。你来到自然，咱这个灵真轻，迄时阵呐，伊会紧快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今嘛咧讲的，咱自然生出来迄种力量啊，还不可测。无法度去讲这个力量偌大啦，是咱以这条清净的天理，咱要讲顺甲。元天这尊神是灵魂，伊的灵气转咱归元落性。我爱是一点清灵，这是咱顺家的天。咱再来讲显明母娘啊意，真元现在拢是天意。咱爱行头，才是顺心。有咱这条清法界。爱咱显露正神，是咱有法这个灵性，是咱搁再看转来咱的清灵。今咱爱是家己啊，安尼才会当倒转来配合啊。囝甲某中缘啊，今咱所有的业经咧写，咱的本性是以金，这个金毋是黄金的金。是咱即马讲这个光的金，啊，咱这个金伊会生水啊，啊，今仔咱人拢是水啊，拢是水分六分外的水啊，所以讲水是咱五行的开始，金是上界中的上界后壁的，所以讲后壁伊会生头啊，上界开始这个水。啊，水伊再来讲灌咱即满咧种即个木，啊木伊再来起火导火，啊火才有即个土，土伊再过来生金，伊是安尼生，嘿，这是咱转的天元灵。咱再来讲道家，心会清，是灵魂伊的灵性，落伫咱一条现主时的心，我爱是这条。清楚的灵性，爱咱转的是现成的，
拢是对愿。我才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转入到清净中。现咱顺头是灵气，爱咱行的则是路心。咱有一条清楚的天性，你再来悟。今仔日我照着无形界，就是天地理，我才会当行入到这个天地之中。我真正要讲的，就是顺天达地。一世人，我才会当行倒转来，我的元神在在定位。这拢是青天的真相啦，咱才有这样稳固的本性。这点是咱的灵气。爱我显露来顺势呀，真源悟出天灵来，转咱气中合神。我有一点青天的灵性，教咱转则是路神，是咱以清净的天性，爱咱搁在集定中的本神。真理是天源，路家则是路心。爱咱度化，则是天神。灵魂后照灵气，现咱清净这条心灵啊，这是咱母娘伊的灵气来到真稳中。今日我爱是照天，这种上重要的，这则是咱清净的法界，要学倒转来咱的自在。真理是天性，爱咱行转来，则是天灵。我有一点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心，这是咱行的正法界。要来讲到无形正的来，咱爱是这股气来生，但是这个气不是咱人咧喘气，这个气，这是咱原来。予咱生命，予咱这个性，本来咱就会当通啊。这个在在，咱的本性的气，今日是要用元气呀。啊，即马元气一直转，伊才转分开到咱的气管。啊，咱每一个人才有咱即马这支鼻，啊，甲嘴来才喘气。喘气，你才会规身躯有力。今日咱爱是这个。命甲性啊，迄、那个本来迄、那个真气，啊，咱用八卦来讲，本来八卦，咱若拢伫十三岁以前，无分查甫查某，哦，但是你若到十四岁，查某伊就咧当小女啊，十六岁，咱查甫就咧当小男啊，安尼时阵若转过就破啊，先天呐、啊。你就是后天来做主啊！是咱行的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驾咱的天命。啊，若搁较原来迄个先天，就是咱伫母亲的腹肚内底，受到母亲的照顾来养育，然后生出来肚脐了，啊，咱就开始慢慢啊咧学后天啦。哦，咧学后天这个法习性啊，习惯啊。是的啊，所以讲会当减真济有无？咱凡世间这个自私自利有无？这个性质，世间人就是看见到咱本来迄个真啊，无分你甲我，大家拢是共有的。因为这个地表，伊所有生态，就是要咱人来用。但是每一个每一个人的私心重啊。为着家己的利，破坏着这个大自然、水土的保持。真法是天灵的本意，爱咱行的，则是清家己的心。今咱要用上朴素的，但是即个朴素对啦，缅甸啦、甲印度有无？因为当讲拢无去毁掉现主时啊，即个即粒土球。但是迄是龙五啊，但龙五有龙五的好啊，进步有进步的歹，天下间只有用安尼来形容尔尔，好歹是伫咧，因为有这粒月亮，
有这个日头，伫遐咧对射，真法则是灵气，转咱瞬间则是道灵。我爱是心遮尔啊清，这是咱顺着灵源的灵气，转入着遮尔啊清净的心性，是咱有无的天灵。我再来讲到清净。这是咱对着灵源无形伊的安定，是咱主宰这点气，咱再来显露清咱的心。你有这尼啊稳的灵气，咱再来看有先天的本性，是咱有顺这点性，是咱转回来这条灵魂无形的灵气。咱爱向的则是顺家，有这条清甲源头，咱的灵性在世间，我都要照这个气啊，甲咱道的内底这个理，安尼我才会当行真正的通合。无形界就是咱真正的符合配合，咱才会当将着咱这个心献伫临场，这则是咱处的。元天的真相，传来本意是静如来，现世转开是正神。神伊是求软的，伊是知影进退，伊是知影撑个久的。这则是咱人，你有这种理想周转、周详，是我要讲到这条灵天的灵气。因为咱的柔顺柔和胜过着咱的刚强刚硬，这才是咱讲的度化咱的灵性，现咱清净，才是顺定。真源本意是天界，现咱转落是自在，合咱一点灵源灵性。今日咱咧学讲话、学传真理的时阵，你用安尼柔柔啊来讲，你会当真正疏通。但是哦，你气降足饱咧，你规身躯到尾啊会酸软。哦，所以讲你咧讲的就较无好势。用安尼来讲，你就知影讲使硬啦咧，挡无久啦。咱讲来讲落雨、土石流、哦地动，迄嘛无久啦。啊，是平常时的较久，所以咱即马有这个疫情，是暂时忍耐，卖有安尼聚会，大家难做伙，讲话这个嘴烂喷来喷去有无？如果若有染到，咱即马这个瘟疫内底你所有较重的这个细菌有无？伊就会受染啊。所以讲，咱那个拢爱戴，敢若像较早的牛嘴暗有无？暗掉嘞。真法本意是天灵来，转咱清净，则是天性。每一个人，我甲你讲，拢无爱万一，万一若出来，万一若去惹到，你没完没了啦，会串别人，啊你家己阁会紧张。这个写字类，啊你即卖咧讲诶，去到倒一间病院，啊毋知完全无，这个病，啊这个细菌有治无？拢是拖咧等啦，啊！每一个人一万的时阵有无？你还阁嫌无够，所以讲万一甲一万有无？摕一万有无？咱则心会安啦。你有一万，就阁有两万，有三万。这是咱转的天元神，修行嘛同款，爱慢慢啊来。你真正若冲动啊，哦，咱有教真侪师姐嘛，真粗心嘛，伊真赶紧嘛。想要讲两三年，就甲这个道学起来有无？我讲我阿良啊，哦，头伫十八年前有无？学十八年前安尼有无？十八年啊，就敢像咱咧读册咧啦，哦，就小学、中学、高中、甲大学安尼有无？你才会当了解咱即马这个大空间，大空间就是大学士啊。哦，过去咱讲啥有两度大学士有无？咱国家哦，你若看较早的册有无，伊就写伫遐。
这就是咱转入到清净的天性，爱咱无形、无形伊的天灵，只有定咱现住是这个心境了。今仔我爱是先天落咱的能源，这才是咱的源头，咱上界水的源神呐，关伫遮，啊，这袂走精哩。即文武百官毋知偌济个伫遮咧讲话哩，用安尼形容啦，哦，啊，这则是咱即卖咧讲的，咱的即个实足啦、具体啦，哦，但是即个具体，伊还佫生现主是咱的抽象化，用安尼形容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你会当知影，即个水火，就是咱即卖讲知识甲智慧，哦，就是咱。会当讲的是性命，哦，先天甲后天，抗力的作用。啊，你就会当行倒转来，咱原来宇宙给咱这个生命，这个真正，咱要爱这种温度，是咱以正法这点灵气，转过着上苍咱的天性。咱嘛知影咱人有冷有热。但是其中这个温度，每一样需要无同。唔知你讲母牛啊，无甲你讲安怎控制，只是你照母牛这个路线，你家己去保持温和。所以讲这个水若伤冷，你若有去咱现主持的，着阮去报告大风，边啊迄风是真大，吼、哦，迄雨是真大粒，啊，所有烟呐，你干那要小解大解，你着无法度。啊！你才知影讲哦，体会人生，咱住伫遮温暖，啊去住伫咱边边啊，迄个球边有无？咱南半球、北半球有无？迄边啊，你才知影讲大热大寒生做安怎？是咱要来体会啦。咱所有的祖师爷一留落来，咱即马即个结义啦。真理是天元性。爱咱定法先天灵，是咱顺着一点性，爱咱转的现主时啊。所以讲，有的伫较热的国家乌推推，啊，你伫较寒的国家白色色。咱中国拄伫中，所以讲咱是黄肉种的，黄肉种的，你若配白，啊，阿妈会较白。但是三代以后，你着搁回黄肉的啊。今日黄肉的甲乌肉的，有人讲有南非的遐乌无？你三代了后，慢慢啊着搁回哦黄肉的。所以咱这个底啊，甲水同款，伊袂脱色，只是暂时淡的尔尔。真理是定落来，转咱气中合心意，天元脑照实际。爱咱来讲到遮尼稳的天，上苍伊的法性，只有转咱遮尼清的神呐、啊。今日要讲神的这个活世界啊，当然爱离开着咱人这个对犯的念头啊。啊，你若一直咧讲凡世间有无，遮个明明的啦，啊，这安尼做对啦，安尼做唔对有无？你讲五十四人。你也无法度脱起來，这个两个对立相对的顶端就绝对，你绝对讲袂顺车啦，讲袂理想就对啦，讲袂顺时，是咱要将着这个法门，慢慢来提醒你这个脑筋，啊，你才会行会顺啦。无形这个真理呀、啊，要讲就是你真正这个心爱改。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清净这条神。过去咱的里长啊，伊讲去佛陀里讲，爱去观音佛祖遐，啊，拢讲啥？伊要练练这个小乘啦，哦，小乘啦，哦，啊，今日咧讲小乘就是心嘛，但是伊的心带动规家伙的心，伊会当伫咱的社区献心嘛。但是伊做理事长了，伊要跳起里长，伊讲要收大乘啊，大乘法就对了，佛法啊。
但是大乘就是这个性啊，伊对性真压的时阵有无？伊要讲到这么柔，一定爱受真济打击，真济攻击，安尼伊才会当体会啊。你这个性啊，爱加加服咱的元神，服每一个人的真性，啊，这才是真啊，唔是用讲的尔啦。哦，我要来修大乘这个佛法，大乘就是咱大阿罗汉啊，迄就是佛啦，哪有遐快？江山可移啦，本性难改，就是伫遮雕伫遮啦。所以讲，自安尼，我将着伊即马甲我讲的伊的逻辑，啊，我来甲破开，安尼就知影讲一个人有无心甲性是伫遮尼远啊？现咱有法。这是灵气，顺着通天，这是心清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做头，大家会甲你比啊，嫌的这个歹，嫌的迄个好，有无？咱人有无？这个嘴上毒啊！那你即马这个心境，拄到现主时，爱讲好听话有无？爱听了就会清凉。啊，你这个心境若对你不利的时阵，还是听别人讲的有无？你都唔知一点一滴是安怎来有无？啊，都别人甲你讲的。啊！你这种气氛看到伊有无？啊，就讲一挂无正常的话有无？人啊，你所讲的那真正我就对啦。你咧甲我讲，我是甲你讲问候一半。等到这边我若了解个话一半，莫我消息这么济啊！这是真正的来了，还是真正咱即马出来咱所有的消息？所以讲要来讲个。咱现主是道中，甲咱每一个人的心态有无？唔好你随听到有无，就随随安尼撒出去。咱来整理啦，爱调中就对啦。整理甲足顺时嘞，整理甲肉算算，安尼咱再来讲，唔免赶紧啦。是咱一条清澈的灵性，要来讲到这点灵源的灵气。是咱回出这条灵性，要来讲到这尼啊稳的道理。是咱即马要超越，我要讲的是这条灵源的灵性生。伫咱在世间，我只有讲灵尔尔，因为这是咱无看的物件，无看的还佫较歹形容啊，因为你的来源有无？你的信息，你的来了，真歹处。这才是咱讲的灵源灵性啦。一个人，你要有这个主来伫遮讲话哦，或者主讲。主讲者，你定爱有这个来源，爱有这个消息，定到你这个心一点一滴，你就袂当去互带去，袂当漏就对啦。那漏风有无？这气无吧？是咱这条清楚的灵性，咱再来讲兑现这尊神明。今日我爱是这么清楚，叭叭叭，满满满。今日讲你真正心会清爽清凉，就是咱即马这个气满满，互你得到，互你输到，感觉这个气好真清芳，真自然。咱要讲的话，就是爱互别人。会当满意，会当满分，这才是助力啦，助益。真理是天发性，爱咱行的正法门，是咱恢复青天的真意。今咱入宫，今咱入庙入寺，咱拢是为正门入去，啊，就是你有带着咱现主是这个神的这部。啊，你若是善心就对啦，男善女善啊，哦，这讲做大德哦，查甫查某，你真正会晓拜神，你有德行。但是咱今仔毋是有德行超越啦，是神的职务，就讲你有神的计啊，哦，啊你就袂当为偏门。啊，这是咧指为啥？咱这粒心，今日要倒转去。为咱的目眉，这个玄门出去，你就是惊正门。啊，你若为泥丸出去，迄就偏门。偏门，你就爱阁转啦。
正门，你就当看到真正这么辉煌、这么光辉、这么光明，这神尊呐、啊、来给你迎接。今仔生死门无同啊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今仔日咱做机，母娘给咱这个能量，给咱这个亮光，给咱这个磁场，给咱真正体会。你就要真小心，真照顾，真珍惜这个外宝。今仔母娘是道家，所以咱来照道法道力，一直来学。学到咱即马会当讲，讲到咱现主持的无阻挡，就是无边，毋则讲道法无边，伊是超越咱人有边界，哦，是咱用一条清楚的天性，咱来行的是正法之行，天元是灵天性，爱咱转转的是显的境。是咱以清净的天，咱才有这尼啊顺家的心。真理是天元性，爱咱转来显的净，无形伊的本源落定。这是咱照着真单纯，金宝娘娘伊的显明。在世间，咱咧讲的是天，这是原来迄个天。离开天啊！咱即物来讲，盘古迄两支，一支破天，一支破地有无？啊，才会当生咱人万万千有无？迄、那个天啊，未开播迄个天，咱讲话啊，未讲话出来以前，咱的思想，迄就是咱的性。今仔咱这个性，就是咱这条灵啊，未来到咱现主持的老母。这个胎胞迄时阵迄条灵，啊，甲入来这个胎胞这条灵，这就较后壁啊，哦，天一变的，哦，天一派，是咱要讲到真元素、真源头啊啦。啊，你才会知影这个真理伊是安怎来，啊，无咱世间的话拢同款嘛，拢是照现主是定条条这些文字、这些名称，啊，这些过去书。安尼来发扬尔尔嘛，安尼来发布发声。今日要讲的是放心，你这粒心的色啊，你的意识啊，这个我渐渐要甲用好布，要用先天这个慧根啊，安尼我这个力则行会出来。今日我要写则写，因为这是大虚空，空悠悠，咱的性本来就空啊，性空空性。真法的天意啊，现咱顺家，才是天命。你慢慢仔学，你就会学到这种真正的体会较大、较悬，啊，这才是大空间。所以讲，你若咧学，你无听到这么多，无神，甲你指点明路、指点迷津，你也是同款迷糊。这条迷路，你永远行未煞。是咱有这条青天的气。我爱顺着这点灵性，我真紧嘛真济要共客强敌啊！但是强敌的人，伊到尾也甲你讲安怎？啊，虽然啦，用一句话安就甲你拨来边啊去。所以讲，我即马若要写的，就是写讲你有真正要精进的，对着现主持，你真正买无？三四个啊，啊你有？予你现主持这个鼓励，或者新闻，啊，这发生，啊，甲咱现主持调拨的，安尼才有效啦。唔知你讲较早，若真正的人哦，我收徒弟，但是伊一世人来当起三个就好啊。所以讲用安尼谈落去无，咱才知影讲这个力量啦。不是讲，哎呦，你出来外口，什么发挥？要安怎来度？要安怎来做？要安怎来做？是咱有这条清楚的天灵，咱再来讲元天本性啊。是咱有现主持的灵气，要来转接到清净这条天命。上苍一直有讲灵气，要咱在世间看会开啊，看会开。你心就
一直开啊，一直看。你心若会有无？啊，都厝内底，你都直接计较啊。卖阁讲出咧社会啦，卖阁讲国家对国家，是咱有这条灵源的灵气。咱人咧讲的，就是贪心。厝内底你若袂好，你要做啥物工课？大家拢要讲伊真巧、真敖啦，但是敖都敖不真啦，戆嘛戆不真啦。我常咧讲，咱他妈的，伊就一步踏。抄啊机上无效的，又当时会惊倒人、跋倒人。所以讲一句话，你若要害人成功，嘛是伫你的话；你要害人失败，嘛是咱现主持这个话。尤其是你做头人，家内嘛同款。你不管是做副长，还是做副副副长啦，啊是咱只下要听副长甲副会长话的人啦，大家爱同调性，莫安尼刺来刺去，激来激去。有当时啊，伊若出头，啊咱就较美手咧。啊，你今日若要唱手，你就爱有一步踏。唱手甲美手是无同，是咱要来讲到这条灵源。聆听的本性，道理就是要安尼开破悲，安尼在世间，你才会当忍着，你才会当真正要调整你现主时的歹脾气，伫个摔来摔去，敢咧摔油刀咧。咱两个拢是国手啊，翁嘛是真正国家培出来大国手，毋捌失败。啊，这个老母嘛是同款，这边的所有培养的毋捌失败。但是两个若落去比赛有无？一定爱一个赢，一个倒。但是赢的你嘛袂当骄傲，倒的你嘛袂当气馁，安尼才会当保持永远呐。咱讲学武的人，哦，你所有会当行到咱现主是这个道，这个术你才会成功啊。是咱用着这条清楚的天性。今仔家庭无人敢破啦，因为是恁家己个，所以讲恁爱家己自修，即马就是自修的时阵啦。啊，这就是派上用场嘛。道理就是现主时，你爱派上着现主时，这个现状，这个现况的，这才是讲的机会啦。啊，你讲即马在咧瘟疫的时阵，你才讲要大发挥哦，啊，才要来讲什么？后尾来。现主是来绕街，安尼就是这个针对确都袂准啊，是咱要来行青天的法界啦。世间无影讲你的神就较兴啦，你这间庙有无？这个神的就较优秀啦。我常咧讲，若神呐，你若封做正神，就是拢做天公、献公的公司啦。啊，你若献公。来看头的这些人，若阁有私心，阁有私利，有无？迄就害了了。所以我讲的这个话是足重要的。我有这个真理，我都唔敢别人讲，我咧讲的有偏啦。我唔是政治家嘛。所以讲，我是这个道家，要让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，每一个人发心，拢达到咱先天这个素质。是咱显明这个天性啦。今日这支花，唔是咱花家己这个名声建起来。咱行出去，不管南北东西啊，伊对咱的花的认识，因咱片啊，逐工安尼弹嘛，逐工安尼家压出去嘛，这个力量就讲分散去啦。总是人真成功嘛，人要滴的有无？伊会去注意嘛。是安尼咧讲，则是咱的灵性嘛。但是我是爱尊重咱母娘伊的信号，啊，甲咱即马遮个人的配合。如果母娘啊，伊都无我讲啊，你有遮个人嘛无效。人就是讲，你爱现主持太平还是修正啦？练武的，就是爱修正，你才会出头天啦。啊，若太平就是学文的啦，读册的啦，啊，你才会做官啦。所以讲，咱这间宫殿虽然是小景点啊，但是母娘伊咧主持是分明的，
伊是真正照天地理伫遮咧讲诶，讲到有一天若煞，啊，就差不多要再见啊。哦，老诶啊，老机嘛要再见啊。你若无阁培养着后学啊，后壁即支大枝条啊，若无阁挺起来有无？啊，飞哪飞啊？今仔日你咧讲作品啊，啊，即个会老啊。哦，有当时啊嘛有伊所有诶有无？爱去发挥诶啊，爱去做诶工课。袂当拢重伫遮，啊，说对啥？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。啊，这就是时阵嘛。万行拢讲是佛道有缘人嘛。但是咱人爱培养有心的人嘛。啊，无心的你啊看，真济过路无，有发生代志，伊袂去插。除非讲你真熟悉啦，人煞变安尼无情无义气啊。显露是天元的灵性，爱咱顺家应咱的心。道理若愈侪人学无，愈偏见。安怎讲？所有的心无共嘛。有的是要爱钱，有的是要爱现主时的财宝，有的是爱真多，你心放会空。有的是要甲你牵，有的是要甲你扭，有的是要甲你害。你无法度去阻挠啦，等到你戆戆的时阵，你伫遐咧行的时阵，你无法度清楚，别人咧看会较清楚，但是你是雾沙沙，敢若亲像起雾哦，啊有这个蒙哦，枕头蒙来就雾，啊雾来就生死啊。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气，咱过去伫天地，旧历二月底就去啊，迄阵拢安尼落大雪，所以讲有起雾起蒙。来落雪，啊雪有幼雪，有大雪。你今仔日睏的当中，你知影讲啊，这个天气有较热，有较寒，为这个地穿起来，你挡袂掉啊。啊，咱咧讲起一个炉啊，拢有遐迄个炭，但是迄个炭的时阵，伊嘛无够烧啊。明仔载爬起来有无？你迄个门都拍袂开啊。雪啊，都甲你的脚头有甲你踢掉咧啊。所以讲，无形无中的所有气势有无？气性有无？咱会当了解。所以讲，咱人是伫这个脾气中，甲咱即马这个天地，咱所有讲伊的无情，安尼甲你教育，是咱有顺着遮尔啊正常的过去啦，的经验啦。咱人若无经验，你甲你讲，哎呦，寒风刺骨有无？啊，这个鼻，敢那酸甲有无？你鼻落有无？哦，迄、那个。所以讲，险甲酸有无？你才体会出来啦。今仔日咱做人，就是要讲，你爱知影这个咱即马这个五心啦，吼、哦，就讲咸酸苦涩，这个味就对啦。啊，咱才知影讲一条真法的天性啊，你是酸的，还是险的，还是苦的，还是甜的，还是清芳的？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要来讲着顺甲咱的天命。有咱归元这点灵性，今日做起甲开工地拢同款，唔免爱人的物件啦。别人的物件若来，阿嬷嘛是逐工安尼甲你搬出去啦。到尾是怎？你家己爱受罪。所以讲会当过去，逐工安尼来来去去，卖集做伙。哦，有当时啊，咱讲大重要的才做伙啦，因为这是我的经验啦。咱毋是庙师，嘛毋是咱即卖咧讲诶乞食啦，哦，敢若像讲咱去共分，啊，你着爱来讲即个道理。今日来应用，着会当来研究啊，哦，伫咱诶心里要哪藏一条，哦，讲会顺车，讲会明白，讲会顺利，即则是咱要爱啊，永远要爱诶物件呢。咱所有诶万物，啊，着哪敢若像囡仔呢？过去阿当诶。伊就是拢爱我，啊，甲带去迄外来布后啊，咧卖丸子诶，枪啊啦，啊是讲咧摆诶遐物件啦，啊是车啦，有无？乌托邦啦，哦，伊所有拢要爱，包括拼图伊也要爱，但买倒来真侪钱啊，用无三摆。迄囡仔又甲迄个逻辑，又读册又判，伊看真侪啊，所以讲伊只是瘾尔尔。第一个心经线尔尔，伊要爱买回来，伊毋知影迄个钱的重要啊。收钱人嘛有安尼啊，
就打咧练咧三个时阵有无？吼、哦，我就来就死动作啊！啊，我就是要安怎做，安尼阿嬷才会当配合着。咱即马即个刀，伫刀上啊，我才会当照着即个刀行的顺序，无爱有干扰就对啦，无爱有意外啦。但是，即种的拢是半桶水啊！你一定讲亲头啊，验验，到尾啊，我定定啦，是咱顺着即点灵气。世间母娘就是咧甲你讲，爱永远，爱平常，爱常常，爱经常，你唔通无常。是咱行的这点灵性，今日咱的神经过我即马这个脑后，经过我现主持这个脑神的品质，会当讲真济啦。二十几年呢，这毋是两三年呢，唔再讲有两三年，讲到咧天花乱坠有无？讲到咧雾煞煞神偌大有无？伊现主持我的神呢，偌辉煌有无？外行的莫骗内行的，但是内行的伊会原谅你，因为你的品质就是咱即卖讲穿的甲落雾煞煞。啊，我唔知你讲到底，咱在讲迄个二四点钟的有无？伊即卖我都偏啊少恁啦，伊即卖就是咧讲玉皇大天尊啦、虚空地庙啦，啊所有的有无？啊你咧讲好了就是啊不倒啦，啊所有的弥勒佛尊伊会发悲啦，这是深头也无唔对。但是你慢慢这个灵在给你教，你自己要修正，要抓字来补看嘛。啊，你只一直念，但是就无人这个真正镜头前的在给开始啊。咱他深头就是安尼啊，好慢慢筛。但是咱所讲的筛是哪筛的啊？吼、哦，咱咧讲讲是你真正筛，还是假影筛啊？到尾啊，你甲看。到尾也毋是爱靠咱家己，你会当先师，佮加一个夫，师夫就对了。啊，无大家拢是半桶师啊，学师啊的啦。是咱慢慢经过来，我要学修学，行较顺时咧，莫坐一百念头。啊，你即马原形的佛，啊变未来佛，哇，这个差真远啊你，嘿。所以讲，愈修愈退步，愈修你的脑神愈败，愈退化。人青春无偌久呢，用八卦安尼来推论有无？你七七四十九，查某就怎？要败这个肺就较慢安尼。七八五十六，你就停安尼。你就一直老落，一直摸落安尼，体力一直无去啊了。除非你修持啦。把你这个真正的脑神经哇，把你的元气搁养调咧啦，你莫想要进步啦。咱人嘛同款啦，我定讲六十四岁有较学啊啦，你上无四十外岁有无？迄阵阵拄好长好，啊头前也有经验啊，后壁你搁加一个修补，啊你行圆满一生，潇洒逍遥，安尼来把这生有无行好透，甚至你的心境会当化。化起甲你即马即个心坎的真境心境，啊，这是老母上重视的啊。今日讲有修行，啊，这个名词有咱即马即个讲修行这条路，啊，你就是爱做到安尼啊。昨暝啊，我才直接学开来圣王考试，昨暝有五个哦来直接接受啊。所以讲我照着无形界咧甲我考试，我嘛是用着白话，一点一滴来交单，交成绩。啊，这是咱人爱做的啊。虽然是简单，但是咱这个量中，你袂当讲放无去啊。啊，无人伫遮，啊，照政府规定的，咱五个袂超过。这则是咱真正理想，你真正无形的到超牌啊。我常嘛点香讲，开台圣王啊，开台圣祖啊，啊，我是你真正甲你代替的人啦、啊。我袂去招呼人，但是自然的物件，你爱去交涉。啊！你若有自然无形的叫来，我一定会应付。这才是咱真正甲无形咧做沟通的代志啦。唔是讲，哎呦，你今仔无形的都爱顶偌济，爱安怎？哦，我会当进财。有啦，无形的嘛，逐工咧话进财啊。进什么财？无形财。啊，无形财就怎？要倒转去，我昨嘛甲这个人讲，你一定要超越着你的力度。
啊，你莫讲啊，我若入道了，我着小阿罗汉，啊，了后着中阿罗汉，来个大阿罗汉，我拄仔用着立场安尼来比咧，安尼着大家听会落啊啦，满城风雨啊，做好有无？一两个啊，瘾着甲你学落者，做歹嫌甲无一块啊好啊，啊，你心要怎变平？我直接讲大道理的人，我只有含中尔尔。含中是啥？好歹话我拢甘伫咱嘴内底。但是这个真重要的时阵，我才讲啊，你莫做啊啦。啊人哦，我讲真侪遍啊，啊伊嘛阁这么提起啊。啊你莫那多，你莫那讲，伊嘛继续讲伊真牛啊。但是伊行偏差的路，伊家己唔知啊。跌错就是安尼啊。你唔知你家己的错，阁续来讲道理，讲到一百年堂咧互听。我唔知讲伫站面讲，我叫我外婆。阁续来姊妹有无？招呼人客，搬弄啊！这个摊头我愈来愈济啊！我要望会用的去做啊！哦，不管是安怎，这所有的道中，这人我慢慢要疏远啊！因为我爱这世人，我要行互伊，甲我怎样咧拜这个主人同款。要行互伊地条条成功啊！这才是咱讲的一点灵源的灵气，咱伫神的头前的诺言。现咱青天落法界，灵天灵性归自在，合作会才是咱的本性显露。好啊！
Oh,